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谈着的结果，谁曾想过败给了生活，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就算会落寞，就算错过，一样值得。多年以后，你依然还在我身后，拥抱着我，路过窗外。即将到达的路口，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伟大的科比曾经问过记者，你见过凌晨三点的洛杉矶吗？我没见过。我们公司其实不鼓励加班，也没有所谓的成电文化，我们没有什么奋斗者宣言，没有人放弃带薪假期，我们甚至不用打卡。但我们公司在业界是出了名的新人绞肉机，我们能忙到榨干你最后一滴汗水，忙到你父母家人忘记你的存在。实习生流水一般来了又走，能留下的都是坚强的战士，而我已经在这个公司待了10年。等会儿，沈明宝，现在是6:40，9点之前提案能完成吗？放心吧，齐总 ，no problem。我那边急着要，哎，不是老肖，你就不能按照我给你代码去写吗？你写错了呀！行了行了，我不一直在按照你们。哎，老肖，兄弟。这个人是我未来的老公，搞错了，这个才是我未来的老公，他在一家更忙的公司，你要是从网上搜过劳死三个字，不出5条就会蹦出他们公司的名字，其中前3条还是广告。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叫我说开车。搞定了，搞定了。6:08，男同学都换件衬衫，女同学都化妆，遮着你们黑眼圈。15分钟之后准时出发，加油！我妈给我寄的西洋参，给大家发。来，我操！建宁哥，这一车的商业精英。你小心点好吧，是他闯红灯好吧，积点德吧，那是辆救护车。我希望他坚持坚持啊，马上到医院了。病人什么情况下发病的？项目和未开发。你们这些搞 IT 的这是要钱不要命。他怎么知道咱们是搞 IT 的？代码写脸上了。现在的我当然不会知道那辆呼啸而过的救护车上坐着的人会跟我有交集，我们会在10个小时以后从陌生人变成熟人，又会在4个月之后从熟人变成亲人。您怎么来了？陈明宝，你回去吧。为什么？这个案子我来提。可是这是我昨天晚上。客户看到我亲自来，就知道咱们对他有多重视。
你回去帮玛丽他们做洗衣液那个案子。走吧。陈同刚，体育系毕业后自主创业失败，虽然成为健身教练不久，但是颜值过硬，技术过人。她叫薛可欣，我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是个含着金钥匙出生、衣食无忧的白富美。争强好胜和讨价还价是她最大的乐趣，包括健身。可薛可欣并不知道，她今天选的其实并不是健身教练，而是她未来的老公。就你了。怎么了，老大？你弄的那个案子黄了。黄了？为什么黄了呀？笑面虎把方案改了。他怎么改的？全改了，全部都改了。全部都改了？你给我看看。我给你看，得气死。气死我了。你看。你干嘛去啊？找他去。我这么做自有我的理由。那麻烦您给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解释不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佩服。客户瞎吗？看不出来这是抄的啊？这不是抄袭，这是思想的临摹。你以为谈个项目就像你做个文案那么简单啊？这客户掉了的原因有很多啊。对了，你不陪客户喝酒就是原因之一。您这意思，谁陪客户喝酒，您就用谁的方案？哎，沈明宝，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吧？我的团队熬了好几晚，客服也跟着熬了好几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熬好几晚应该的，那是你的工作，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因为我是你的老板，记住了。姐。不会今晚的会散了。上个月我过了30岁生日，吹蜡烛的那一刻，我醍醐灌顶，决定一年内结婚，两年内生孩子。没有三姑六婆催我，只因为结婚生子是大多数人走的路，社会成本最低的选择。人生大事已经成功了一半，剩下的另一半只不过是为自己挑选一个合适的老公。这是我的简历。这是我的简历。有诚意我们就看看啊。我觉得人就是简历，简历就是人，一目了然，节约时间。你的简历麻烦也给我看一下好吧。搞笑啊，你是来面试的还是来相亲的？阿姨您别多想，这找工作吧和找对象左右都是找，简历呢能够快速增进彼此的了解，您说是不是？这女人这么高调真的好吗？条件还是很好的，而且我有爱心、耐心、责任心，一年限2次请。我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签了器官捐献协议。真晦气！你会做饭吗？我会挣钱。我们那边要是结婚后啊，是不工作的。全职太太也是一份工作。在亲戚朋友面前要隐瞒自己学历，只能承认自己是本科毕业，能做到吗？必须不能。有了宝宝之后呢，家里可能要长期的雇佣保姆，那你供得起吧？我妈也可以帮忙的。我儿子啊，在本市买了一套房，首付呢是我们付的，将来我们也过去住。那我就不过去住了呗。哟，你工资这么高，哎，那你可以跟我一起还月供吗？房产证上加名字的话可以。你这是抢劫。哎呦，告诉你啊，婚姻市场就像田忌赛马，你的条件好了要求不能太高。儿子咱们走。你有房有车吧？有车，二手的，有房在老家。哎呦，不好意思，我突然想起来今天你二舅过生日。我二舅不是死了吗？哎呀，你二叔家的二舅啊！不好意思啊，快点快点。
就走了。这不挺好的吗？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听你们聊天，你也是来相亲的啊？也带了简历。嗯。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能不能给我看看？行。这是我的。哎，那个，一会儿你那边还有人来吗？啊，你是约了下一场吗？啊，我没有，我是怕你约了下一场。我没有。没有。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要不然我坐过去咱们聊聊，这么聊天跟落枕了似的。行。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吧，杨征，力争上游的征。沈明宝，明天的明，宝贝的宝。那个，我刚才听你说你签了器官捐献协议。你也是一年献两次血。哦。你皮肤挺白啊。啊，我这是很久没有在天亮的时候下过班了。你交过几个女朋友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男人，一种是有女朋友的，还有一种是懂二年级，我属于后者。我刚才把你的简历拍给我妈看了一下，我妈对你还挺满意的。我妈也挺满意的。缘分。要不要官宣一下？行，拍张照片。可以，来来。我过来。踩个椭圆仪都能给自己这么大阻力。真受不了了！我时间有限，踩一分钟就得有一分钟的效果。行了，打住吧啊！你的那些职场圣经在我耳朵里啊，全都是毒鸡汤。我来健身房是干什么来的？我是来强身健体的。我才不愿意听你在那嘚。哎呦，我的天哪！怎么了？崴脚了，抽筋了？沈明宝啊，你居然去相亲，还成功了！哎呦。什么大事儿？你这儿给我吓一跳！你不是要嫁给工作吗？你，姐，你怎么了？哎呦！姐，这里有止疼的、活血的，还有中医的、西医的，治疗一切拉伤、扭伤、磕伤、碰伤。如果你酒精过敏，可以用这种。小陈，你真是个暖男。姐，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吗？为什么？你要多增加训练，增强自己的肌肉力量。行啊，又想骗我买课啊？我上次试完课，身上疼了一礼拜呢。可能上次的量太大了，下回我给你适当减量啊。啊，哎呀，没事，我来吧。哎呦，慢点啊！哎呦，服你等会儿我拿手机。死沉，也不配。哎呀，干什么呀你？这小陈够殷勤的。切，他还不是为了让我买他的私教课。哎，别转移话题啊，说你呢。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单身的吗？你这是什么啊？你这是背叛。我这是归顺主流。我问你，他给你开门了吗？拉过椅子吗？披过外套没有？没有。找人结婚可以，但你也最起码得找个绅士啊！你看，
这绅士是绅士啊，他对每一个女会员都绅士，这种中央空调你敢要吗？谁说人家就是中央空调？姐，这个月我们的那个健身课打折，六折以上不考虑。健身是健康投资，要看投资回报率的。6.5折，我没这个权限。7折，否则免谈。那个得买300节课以上。我现在就拉黑你，信不信？哎，别！我去找我们经理商量一下。这位姐要不要？我替她回答吧。这个女人啊，时间管理精确到秒，谈恋爱都要掐表，只办年卡，不买课。我回答的够全面吧？那个，那你们再考虑一下。这两天几时有空约个会？捡到大钱包了，笑得这么暧昧。哎，那个，坐吧。啊。喝点什么吗？啊，那个柠檬水就行。柠檬水。嗯。哎，你好，服务员。你好，先生，需要什么？一杯柠檬水。好的，稍等。谢谢。那咱们今天干点什么呀？吃饭还是看电影？今天我们要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什么呀？这是我自己开发的一款智能程序。我从网上搜集了500多篇关于婚姻的论文和报道，用大数据生成了一套测试题，可以推断出两个人结婚的概率，也就是婚姻匹配度。你这不错啊，可以去那种婚恋网站什么卖钱。你说的太对了。这款软件可以随时根据相关的婚姻案例进行自我修正和算法迭代。我已经把你的资料全部都输入进去了。今天下午，只要我们一起完成剩下的324道题，就知道我们两个适不适合结婚了。不谈恋爱，直奔主题啊。相亲是为了什么？不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吗？婚姻的目的是降低生活的风险，婚姻的前提是可持续发展，婚姻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繁衍后代。对对对，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赞成。但是我们不需要花一点时间彼此了解一下吗？在现实条件下，两个人相互了解，少则1-2年，多则4-5年。但是有了大数据，我们两个只需要一个下午的时间，就知道彼此适不适合。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经济成本，都大大的节约了。开始吧。啊？你说服我了。啊。我现在不想听你那些解释，我就问你，你摸没摸？我没有。你没摸，你还说你没摸？没摸他能哭成这样？他是用自己的手碰的你吗？我真没有，我都亲眼看见了，你怎么就不承认呢？来，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来解决。哎，你好，我昨天有块手表落在这儿了。是什么样的手表？黑色表带，你帮我查下监控，找一下。哦，好。来，都散了啊！这什么情况？把自己的手给别人带好啊！来，给彼此的颜值打个分，你给我打几分？6分，及格分，你确定？加上身材，7分。那我想知道，在你心目中满分是什么样子的？完美无缺，天上有地上无。9分呢？莫妮卡·贝鲁奇（括号年轻的时候）。8分，国产漂亮女明星。那几分能当你老婆呀？4分，不能太漂亮，没有安全感。那你也就5分吧。颜值在5到6分，适配度最高。
打分过高的话会让彼此没有安全感，打分过低的话证明好感度不够，看来咱们两个是绝配了。下一题。这个分是高还是低呀？相当高。那下一步呢？体检。啊？毕竟我们两个是追求事业的人，绝对不能被另一半给拖累了，要不然人生就完蛋了。马上约。两位喝水。这个事儿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她就是见色起意，几次三番的约我闺蜜吃饭。我没有约过她。你再说没有。那，两位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啊？这样吧，我们要赠课，就她来上，我们再要两张年卡。两张？嫌多吗？你要是这个态度，那我们可就报警了。报警吧。你谁啊？我是他的律师。刚才我调了健身房的监控，事实证明陈先生对你没有做过任何猥亵动作。小陈，报警，告他们勒索。姐，你太牛了，要不是因为你，我饭碗肯定丢了，说不定还要赔人家钱呢。新的事业没起步呢，就又要结束了。哎，姐，你是不是总是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啊？不然你怎么那么沉着，那么冷静啊？俗话说得好，健身啊要先健脑。啊，姐，你在我心里啊就是当代的福尔摩斯。有时间啊，你教教我怎么给职场充值。小屁孩，今儿您请是吧？当然。妞，点单。你好，请问需要什么？凉拌雪花牛肉，给我来一份。这个澳洲龙虾也来一份。今天生蚝怎么样？很新鲜，刚空运过来。要不来一打？生蚝好啊，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抖什么呢？啊，我这个今天练得太猛了。舍不得啦？怎么会啊，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哎，姐，你刚才点菜的样子行云流水，特别的洒脱。洒脱。听说他们家鹅肝不错，要不要试试？热量高了。高吗？太高了。 AA 制就不高了吧？那怎么好意思呢？进来吧。参观参观吧，我家。我们这个城市太快了。这叫高效。体检结束了，代表并且设施合理，软件运行还得测试一下。你这是套路我呢是吧？你情我愿的，为什么要用这么龌龊的词儿？你到底忽悠了多少相亲对象啊？我没有啊。哎，这个私教课价格真的是因为我知恩图报才给你的。我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我要先回去了。嗯。哎，姐，这个三文鱼给你，优质蛋白。那个，你把钱打给我，我明天就帮你办好。呀，我手机快没电了，要不过两天打给你，我先走了啊。要不然我帮你叫个车吧，我有优惠券。不用，我司机来接我，走了，拜拜。哦，拜拜。有司机啊？啊，那么远？那算了，我自己回去吧。不是有司机吗？还骑小黄车，切，装。这么贵？
哟，飞尘，今天这么早回来？傻子。哇，这么多东西啊！我跟你说，这女会员真的挺仗义的，今天全靠她帮我解围。刚子，你该不会是对她有意思了吧？你瞎说什么呢？公司不是禁止和会员恋爱的吗？那她答应买课了吗？我觉得她没钱买课。不可能，你看她那包，几万块钱一个。A 货。她说的。你见过谁几万块钱的包往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随便扔的？什么？什么？测试软件？这你也信？你还不如找个算命先生，测一下你们的八字，合完了直接送进洞房得了。你懂什么呀？这是科学。你想啊，我们只花了3-4个小时就确定了彼此三观一致、人生目标一致、兴趣爱好没有什么冲突，而且我们学历相当、经济基础相当、家庭状况相当，还有什么？你别说一半吊人胃口行吗？还有就是，当天差点就验货了。真的？这程序员不会是套路你吧？我也是这么怀疑的。报警吗？他没得逞，这未遂可以判的。哎呀，凡事留一线，以后好见面吧。以后，看来你对他也不是没有好感。作为结婚对象来说的话，是还可以的。我给你盖棺定论吧，你呀、啊。还是缺乏安全感。姐来了，你都好久没来了。那个，骑车来的，司机没送你。不是你说的做无氧运动之前要做15分钟的热身运动吗？从我家过来刚好15分钟。对对对，热身非常重要，充分的热身不容易出现拉伤。沈明宝，我亲戚又给我介绍了新的，我又要去相亲了。祝你幸福。那天的事儿，我真心向你道歉。我是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需要一定感情基础的。咱俩才认识几天呀？没有早认识你，那是我的错。对不起，不让你久等了。但是我现在认识你了，我就不会错过你了。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我们也可以先谈恋爱，不谈结婚。你不是就奔着结婚去的吗？可是我想结婚的人不想跟我结婚啊，我有什么办法？我只能等他改变主意啊。沈明宝，你不完美，我也不完美，但是你是我认识不完美的人当中最可爱的一个。喂，听得见吗？还在吗？听得见。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要是让我再说一遍的话，有点难度。挺尴尬的，杨正，咱俩先谈恋爱吧。如果你爱上我，我也爱上你，咱们俩再……好。
好意思，我赶时间。谁不赶时间啊？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啊。女士优先，我是女士。我还是早产儿呢。我有白头发。我上个月房贷还没还上呢。哎，定了，定了。我看你是被那个程序员给洗脑了。有大数据支持，我们的婚姻肯定会很成功的。你从小就有主见，我以为啊，你会不走寻常路呢。人人都不想走寻常路，但是不一定你不寻常，你就有路可走啊。哎，我看你啊，就是被社会给揍碎了，才会被主流招安。主流为什么叫主流啊？就是因为它代价最小，收益最大，有什么可回避的？还能这么理性？爱情可是不讲道理的。结婚当然要理性了。你想啊，就算100年以后，满地都是人工智能了，你该结婚不还得结婚吗？行行行行，我彻底被你打败了。不过总有一天，我要向你证明这大数据啊。根本就不靠谱。那个，你们练完了吗？还没呢，干嘛？我找你有点事儿。啊，那我先走，先去瑜伽室了啊。嗯。什么事儿？这个送给你。送给我？嗯。礼物啊？对，你别再背你那个 A 货了，被别人发现了，说你虚荣。谢了，子轩，等你半天了。这个车得多少钱啊？不到200。你看我还有机会吗？没有。不过你可以剑走偏锋，姐姐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尤其是面容姣好、身材过硬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还单身吗？因为追他们的男生不计其数，恭维的话天天听、月月听、年年听，让他们误以为他们是卖方市长，只有蓄意打压、打掉他们的高傲。去吧。健康的生活从跑步开始。还在这录视频呢，胖的跟小猪佩奇一样，好像肉都在抖。你欠抽吧你！我还瘦了2斤呢。你这种做有氧瘦下来的都是水分，过2天就反弹了。那怎么办？跟着我一起举铁。走。不行，这太重了，我举不起来。这俗话说呀，打一个巴掌给一个枣，打压一定要配合起来。你慢点。哎，好好好好，慢点。喝点水。我哪儿得罪你了？今天对我这么狠。大餐来了。就这个也配叫大餐？这是我专门为你设计的顶级减脂餐，既保证了营养，又保证了蛋白质的摄入。我现在都饿死了，你给我个纸壳箱，我现在都能吃下去。停，因为现在要换人设，你要从帝王变成诗人，你得有故事，故事是最好的下饭菜。嗯，那你吃什么？黯然销魂饭。还取了个这么忧伤的名字。啊，曾经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出现在我的世界，但她对我只是友情，没有爱情。直到有一天，这差别太大了。哎，这是海鲜饭，热量很高的。就要吃这个，这是我的。那你慢点吃啊。我不爱你，还真是挺有做饭天赋的。以后给我送外卖吧。我是健身教练。我给你发红包。你看什么呢？哦，这是会员记录。甚是秘密，怎么看？有隐私不方便的。你好好吃吧。不，真心话大冒险。大冒险？大冒险是吧？我想想啊。那这样吧，有事你就站到这中间，从你身边路过的啊第五个人，第五个陌生人，你给他个拥抱，敢不敢？没问题。胆儿挺大，看车。来，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第五个。薛哥，给我一个拥抱吧。给我一个拥抱吧，薛哥，抱抱嘛。哎哎哎，干嘛呀？有病！不好意思。干什么呀？进入前任走不动路了。帅，还能帅过我？再来。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那要不然我也大冒险？行啊，来。啊。没买带钻的啊，钻石消费不理性，克拉钻石等于一万都赔2000块钱的。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先恋爱不结婚的吗？咱们俩也好长一段时间了吧，这项目开发到这会儿也得往下一步进行了吧。那恋爱是谈了，前面爱没爱上对方呀？你什么意思啊？程序员，我严重怀疑比起跟谁结婚这个灵魂拷问，你更加关注的是婚姻这个软件的代码质量和算法合理性。对于你来说，无论爱没爱上都能直接求上。那你跟我说这几个月你跟我是认真的吗？你当然是认真的了。你认真你跟我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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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质量什么那个算法合理性？那你也没告诉我你爱不爱我呀。我这还用告诉吗？当然了。哎，你这个人也是很奇葩。哎，你怎么能在这种地方求婚啊？不是上次我带你来人说你觉得这特好吗？你说有烟火气。那是个比喻。好，比喻。继续。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真心话。我问你，那你到底想没想过跟我结婚这事儿？这事儿吧，我还是得考虑考虑。您都30岁了，还考虑什么呀？您还35了呢，我准备先升总监再结婚。不是，那万一你这总监要是升不上呢？你看你升不上的话，你等于就过了最佳的生育的这个年纪和时期啊。来，再来一把。石头剪刀布。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大冒险。去马路中间站着去。干嘛呀？你不是要求婚吗？站到中间宣布一下啊。嘘，快点啊。沈明宝，我跟你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啊，你说什么？沈明宝，我说，这个世界上你一辈子能遇到的人不到800万个，打过招呼的人不会超过4万个，熟悉的人不会超过3000个，亲近的人不到300个。按照这种概率来说的话，我们这种匹配度你不会再遇到了。你必须得想清楚啊！你要是过了这村，你没这店了啊！哥哥，你现在像一只玫瑰花，太优秀了。这你还感受不到吗？全部家当都给你。哎，我也没用，谢谢。那你那是什么时候啊？那不一样。怎么讲啊你？别看了。哎，
说一声我爱你就这么难吗？你个直男癌。这是什么？喂。我刚才给你发的那些是摩斯电码、条形码，还有二维码，跟您共有火星语表达的“我爱你”。我现在在你家门口呢，开门吧。干嘛？继续玩大冒险啊？我想跟你说真心话。还有这个。不喝营养快线了？不喝了，喝什么营养快线？把媳妇喝没怎么办？还在一起。